好，我们到电视的观众朋友来外乡亲时代，大家好。咱的这个美食专家，咱叶伟大哥哦，咱这个开台就开始来讲了。拢真久以来都拢大家拢无闲嘛哈。你即马你的迄啰网购美食啊，搁继续嘛哈。是。哎，即马有较新的啥无？赶快加物件嘿。哦，要来新搞，像讲即马迄啰啥物，着加济啊，着阿济啦。咁对你的迄啰迄啥？敢有较差，还是讲闪开迄落什么鸡卖做安尼呢？就因为平常时都无咧做什么鸡啦。哦哦。平常时主要咱的主打就是牛肉面嘛。嘿，牛肉面啊，个迄落足好食，足好食。洪兴国大哥讲，嘿，菊花猪脚。嘿啊，哦啊，好好吃哦。啊，咱若是讲迄个是搭上叶伟大哥的那个叫做什么去了？那雅竹小站哦，来改订一个。嘿，牛肉面吼，入口即化，足有影足好食的。安尼啊，迄个小个大碗，遐大碗公。即卖外口你若一碗公哦，若无百八两百买袂到啊吼。啊，即卖你安尼算开一百三呢啊。哎呀，俗人50块嘞，吼，介好食啦吼。好安尼，啊，咱即马吼，今仔日要邀请你回来呢，就是讲，要来甲你请教一下，讲，你安尼，你的迄落知识方面啊，我所讲的知识就讲政治知识方面吼，那你安尼看，咱的这个民进党是毋是有做甲真滴人听？因为当初689万的人在听伊呢，吼。嗯嗯。系啊，咱即马咱来讲一下。是。是不讲大局方面有滴人听，无滴人听。嘿，咱先讲伊开要选举的时阵，总统副总统选举的时阵，啊，甲立委做伙选白做伙嘛。伊拢开的迄、那个证件嘛，咱随条啊来家检验，讲已经做两档啊，是毋是应该检验一下？当然，当然。哦，要期段考、期考，哦，还没有期末考啦，起码应该爱期考啊嘛，吼、好，啊，咱来家看一下，讲伊开出来这个竞选宣言内底，咱先讲转型正义好啊啦，嘿。这大家真有兴趣的转型正义这个物件，我来讲啊，当然有足侪人认为讲啊，转型正义那一下办。有人讲，甚至有人讲，为什么把迄个东山条例，下伫头一项来做改革？吼、啊，唔是讲就司法改革这个物件先下伫头前。啊，阳光法案，那么是定伫讲阳光法案爱杀，对不？啊，当然，就这个物件来讲，那是讲民进党私心嘛，嘛是有啦。啊，那讲对付政敌嘛是有啦，就是讲这个，因为咱定伫讲嘛，选举之前咱定伫讲啊，国民党无倒台湾袂好嘛。啊，所以讲偷东山嘛，唔是讲完全为着党，是为着台湾。因为吼、东山那个偷回来了，国民党要倒得真紧。因为国民党有法度生存到即阵的时阵，当然伊头先伊是用伊这个威权，用个霸权来统治咱这台湾嘛。啊，过来渐渐民主化了呢，这个霸权甲这个威权的这个物件呢，已经淡薄了呢，所以伊就是用金钱来买嘛。哦、用政策买票，用金钱买票，啊、用来白伊的这个条卡，白伊的组织，哦，白伊的这个选票种种，所以讲输的，咱大概选举的时候，咱拢真艰苦。哦，咱选输不是输讲咱含万，是咱输的钱。所以讲这个选举文化，那是无改善来讲，国民党那是这钱够会遐济，会在安尼压的时阵哦，伊要倒，无遐简单，甚至呢。后一次，伊可能阁发到甲这个政权阁夺倒转来，所以呢，那为着台湾的将来，当然有人会讲啊，东山条例下你头一条，啊，事后改革啊，无下你头一条，哦，啊，所以讲人有一寡有怨言啦，所以这咱就是要期待，就讲、是、因为吼、国民党主政以来，所有的物件拢是无正义的物件，你若要改？咱台湾人有偌济？有2400万人，可能都2400万的迄个转型正义爱做，吼、哦，唔是讲一时一刻就会当做来，所以讲这个顺序吼，这个前后这个物件，咱爱来讨论。但是呢，唔是讲当然啦，咱对这个吼、哦、民进党政府咱的期待足悬的。哦，选总统选赢了，咱的立委嘛过半了，吼、哦，咱就翻身雷动。都马上讲啊！明仔载咱就会当安怎啊？明仔载台湾就独立啦！明仔载转型正义啊，唔是遐简单，嘛是爱时间呐。当然，
即马民进党的脚步是有较慢，咱只是会当吼要求讲伊脚步较紧尔。咱呢唔好用直接的方式来直接民进党，安尼时吼伊做了会足艰苦，因为吼内忧外患呐，外口吼你爱看迄、个吼怀荣霸标吼，啊幸福拢伫外口，你甲看最近迄个中国介国介入无？严重的，最近中国严重的戒严呢。啊，你卖讲啥？迄实在有影哦。迄中国人迄手路有够粗，有够粗啦。顶天毋着在讲啊，在开什么会？你看因拢迄军人啊，八百壮士因遐军人哦，讲迄啰，因即卖伊在拼尊严啦。迄啰贪心也有尊严可拼啦，吼。啊，讲钓的人迄啰艺术的迄啰。都啊定起安尼吼，啊甲迄落主持会议的人伫遐咧对车，迄即落中国人倒有即款的即落，北京伊讲不要脸，我搁请教者，伊拄则讲民进党原来有私心，啊民进党的私心伫遐倒一方面私心。哦，就是讲以即个吼转型正义的物件吼，当然是针对家己有利的先做啦。譬如讲，这个东山调的头条通过，马上就派顾立雄去做安尼对吧？啊嘛，积极的在偷这个东山，这个物件表面上是讲啊，对咱台湾建国是好的，但是事实上最大的获益嘛是民进党。当然安尼讲，可能有人讲无够客观啦。但是你甲看伊摆这个案，当然咱大家从以前咱就行街头，就开始变到今嘛，咱嘛是讲希望国民党会当倒。哦，啊，伊个东山遐济嘛，会当甲套转来，即咱已经发二十年啊嘛，是不是安尼？啊，今仔终于有机会会当套转来，但是吼，即、這个物件，今咱台湾已经过半，所以讲咱爱做物件足济足济，咱爱让咱的即个台湾会当马上进入一个先进的国家、正常化的国家。所以讲，为什么爱有转型正义呢？转型正义唔是讲偷钱偷笑，唔是安尼，唔是偷钱偷笑，是爱让即个社会公平。譬如咱的司法都是。非常不公平的所在，吼、哦，以及咱的种种的选举嘛是不公平的所在，嘛是爱一项一项去改革。如果今仔日咱的选举，吼、哦，那是讲会当正常，会当合乎咱的理想，会当让好人，会当让优秀的人，会当让弱势人，会当来出头，这才是好的选举制度。咱台湾的选举制度吼，其实拢爱用钱来选，好人袂出头啦，真正搞的人。所以讲，你如果搞，如果有钱啦，你才算得掉。啊，你若真搞，真优秀，但是你无钱，你嘛算袂掉。所以呢，这个物件，讲咱选举的这个文化，那无得改变。选举文化要改变，当然咱本身爱家己做起。咱选民吼，嘛是爱提升。哎，咱的选民300-500都向买去啊！你卖讲啥啦？迄个因。你刚才看讲，因国民党选一个这个主席尔哈，你看麦，迄游览车安尼偌济安尼哦，啊，佮所有的餐厅，你看迄落较要徛迄落排便哦，较看起来都较外省人较会组织的迄款的，甚物川菜啦，甚物甚物甚物上海啊，对吼。吼、哦，迄拢好咯，规工抢抢滚，迄人拢安尼，规台安尼呢，迄要惊人呢。你莫讲啥，你干阿伫迄啰青年宫，我逐工伫这个汀州路遐安尼哦，侪人有倒摆位啊经过转来安尼。吼、嗯，迄、哦、中道时安尼，迄人乌坎坎呢。哦，这就是选举啦。啊，毋过人讲选举吼是安怎讲，普降甘霖啦，啊带动经济。内需，扩大内需。这就是安尼，这就是国民党的啊，可能啊，这个民进党吼，李所清会讲啊，较私心就是讲将诶东山较紧改伊迄落，就是讲伊钱的作怪嘛。对。吼、哦，伊准备讲，连咪又搁要钱，用钱搁要借款，要搁改买转来、啊，人民呢，咱的公民选票，公民目睭搁白无金、啊，要白金，敢若讲咱一条路行70栋啊，搁同款伫原地踏步，就是表示台湾人的目睭对政治方面哦，足雾的啦，还挂迄落老花眼啊，800度的近视啦，啊，所以讲，到咱永远哦，咱就是人的迄落拿捏在手掌心里面安尼，迄张票讲伫你的手中心，但是你规个人伫伊的手中心安尼。哦啊、所以讲，这你讲，偷东山，伊认为足重要啦，吼。啊，咱认为讲，
跟咱切心有关的这个事法啦。当然，当然，这个东山要搞大，这嘛是真重要。对哦，因为国民党靠这个东山来讲吼，伫台湾吼，爱风有风，爱雨有雨。嗯。哦，啊，当然，国民党若是无倒台湾，永远袂好，这大家拢知。但是呢，这个东山，咱嘛知影，要讨吼，不是一时刻讨会得来。甲你讲啦，五十年吼，阿母袂完全啦，因太熬长了。啊、太熬拖了，太熬悲了。啊，拢伫个，拢伫个迄个，搁伫个外国，吼、哦，迄、那个东山拢回归五鬼搬运，拢搬去外国较济。啊，你若要讨的时阵，咱拢无教人有啥物邦交的国家，也是讲，参考伊伫迄落啥物维京群岛遐。嗯。吼、哦，参与迄、那、迄、個、咱也不是国家，你要凭啥要去共摕转啊？维京群岛迄物件，迄拢是纸上公司啊。嘿。迄种个，你写写你纸纸顶头的啦。对啦，不过伊伊都回出去，爱钱系伫外国诶。对。问题就是出伫个遮。不，迄是一个问题。啊个就问东山吼，拢是私人名义啊。嘿，对、哦。都在私人名义啦，所以讲你要讨有困难啦。哎，另外你要讨的时候，就变作伊是善意第三者。系啊。所以讲你讨有困难，比如讲像迄个渤海特区，渤海特区迄个以前诶国民党中央东部，嗯，啊，咪变作迄个啥物张荣发文化基金，哎，对啊，迄间嘿。啊，伊就变善意第三者啊。对啊。是不是安尼？啊，迄嘛是咱国家的啊。对啊，啊像讲即马即个什么美林大楼吼，什么什么花果城妇联会，哎，伊到时讲哦，我这社团到时佫因社团内底一个什么安尼，哦，伊就安尼，甲你安尼玩弄，甲你算长嘛。你永远你要回吼，甲伊安尼拖西连哦，你讲拖十年会长啊，哇，二十年嘛拖袂长来。那当然啦，所以讲这个物件不是一时可以做的。是啊，所以讲拖东山这吼、個，啊，咱就安怎呢？按部就班，吼、哦、啊，这个道道来哪行哪拖。啊，但是这个司法转型正义部分哦，足侪人伫这个家楼内底伫遐咧受冤屈的，吼、哦，伫遐有病也好，还是啥安怎呢？咱这样咱卖讲过窑车，卖讲淡水边啦，吼、嗯，咱整这咯，迄咯拢卖讲啦。但是除了因两个之外，佫足侪冤枉受冤枉的伫这个家楼内底，伫个遐有病袂当，小可病袂当出来，还是安怎呢？嗯、啊你若等到讲你会当出来的时阵，已经出来第二天就死啊，足济嘛。对啊，所以讲，哎，咱啊，刘大姐你讲这個，可能咱的民众、咱的百姓、哦、咱的观众，可能唔知影讲、嗯、啊，这个个案你家内底安怎，你因为看袂到嘛。对、哦。咱看上近的嘛。嗯。鼎新魏应聪，伊的迄个毒油案，对吧？哈。嗯。也加油，安尼。竟然判无罪啊！对啊，哦，啊，这就是咱的抒发啦。对啊，这就是。啊，你讲了就清楚了嘛。是啊，是啊，对不？好来，林医师，哎，林医师，赖淑如，这大的代志啊，结果呢，小可关一年都出来，啊，都在做老爸，今嘛讲要做第二年嘛。对啊。哦，啊，这个改计划的这个姓陈的这个生意人，结果今嘛搁在关。哦，你讲这个司法唔较紧转型正义，啊，因老母会当将美金会当将钱摕去放火烧，啊，家烧掉、冲掉伊，啊，安尼拢毁损国币，啊，迄拢无罪。那还是外国的国币，哦，不讲的国币，啊，无烧着代表就对了。烧美金呢？是迄个烧美金无罪啦，吼，烧代表才有罪啦。系啊，所以讲咱的司法转型正义转伫对啊。其实吼，这个司法若要改革吼，比拖东山搁较难。对，因为呢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咱的司法拢是一挂迄个司法人的控制，就讲大法官、法官这样人。但是这人拢经过党国教育严重洗脑下来的产物。啊，就讲迄个黑道甲司法人员两个合作，吼、哦，在通敌咱啊。是毋是咱甲黑道的啊？参像讲魏应聪的，敢毋是黑道的？迄就是黑道的嘛。伊也是黑心。啊，无伊哪会当生存遮久？啊，伊要做马英九的竞选的时阵的迄个副主任委员，啊，迄敢凊彩人有法度去做一过哦？那有钱就会使啊。吼、哦，对啊。伊就是爱金主啊，马英九就是爱金主嘛。哦，爱有政治现金嘛。系啊。对吧？啊，所以讲，迄阵啊，魏应聪讲，这个导游爆发是讲，伊要关30亿，要出来安怎？啊，奈拢无，奈关伫个底，关伫壁顶个，对啊。迄阵啊，其实吼，大家吼，若是讲有迄落合，迄落产生一个共识，
讲咱健保唔是一工乌人人。嗯。你的毒油引起吼，即嘛是要提出证据，讲我就是食你的毒油引起我爱洗油脂，我有肝病，我有生癌，我有安怎？嗯。这我都去证明嘛。啊，迄、那个你都安怎呢？叫伊讲咱健保唔是一空互人人，叫伊将咱健保给保护病就好。对，因为吼，你讲这个毒油这个物件食嘞，啊，所以讲你着癌嘛是安怎安怎？这个没有很直接的关系啦。当初因内底一个讲，哎、欸，头家啊，这样、個、这袂、個、使用嘞，这個、用嘞吼、喔、会死人嘞。伊讲只要卖很细也拢会使卖。那当然啦、啊。好、喔，卖很细，啊，表示讲这会死人嘛。啊，因为迄个毒加迄个尿气药，迄毒无共。尿气药迄个毒你食了随死啊。对啊。所以讲迄个直接啊，就讲哦，就是因为这引起的。但是伊卖这毒油，啊，你讲食这毒油呢、嗯？啊，长久以来，年久累深，啊，结果着癌，着什么大肠癌，着、嗯、什么癌的时阵，伊讲这都交无关系啊。系啊。伊不是现食现丢啊。无啦，你提袂出证明讲是毋是食我的油引起的？啊，若食我的油引起的，恁家可比讲八个人，啊，哪会你一个人？啊，对啊。着癌尔，哪会？七个无着癌，啊！刚讲你三顿讲，干那食迄油，你也无食别项吗？啊，别项没低速安尼吗？对啊，所以讲这个很难举证。是啊，是啊。哦，所以讲这嘛是无疑法啦。对啊，所以讲咱为看讲这个有钱判死，无钱判死，啊，讲事还要转移正义。迄天，迄个叫谢征，迄、那个律师伊讲，啊，有10%的。我嘛唔知要安算，我数学嘛无啥好，啊，大家观众大家去算看下，对不？因为吼，咱的法官就是遐几个嘛，大法官就是遐几个嘛，对啊。啊，要安怎判在伊个啊？因为咱台湾是用自由新政啊，对不？啊，今仔我上次来节目，吼、嗯、啊，我就真快乐，真欢喜。哎、欸，我那是法官吼，啊，即马哎。哎呀，我要开店，下晡我要开店啊！啊，我就去开店。哎，欢喜阿姐来，啊，就放下去呢。嗯。啊，我那啊，今仔塞车，你甲人发生车祸。嗯。啊，要上班的时候，啊，发生车祸，啊，未爽。哦，今仔吼，迄个屁股都害啊，伊知啊。对啊，昨下昨哦，因为阮看呢哦，跑去跑诶，走去找小黄。啊，我规暗哦，都为着要去找阮看呢甲小黄，所以讲找无我起码只足外累。啊，我今看到一个哦好，啊来开庭迄个人哦，看起来敢那了迄小黄迄影子迄个哦，我甲伊判死刑。对，啊，司法改革这个物件，你若讲要甲这个人换掉，无、可能，因为终身职业嘛。对，好、啊，你要叫伊公平，伊就讲我就想公平呀、啊。嗯，哦，你讲叫伊爱独立、公开、透明审判，要公平，就是我就是很独立啊。对啊，不受任何的影响啊，绝对不会受力的影响啊。对不对？我绝对不会受力的影响啊。啊也哎，啊，起码总统那是马英九你做哈，他说啊，我绝对公开透明啊。啊，起码往立个哈，民进党哈，哎，蔡英文去做总统，我说我绝对不会受总统影响。哎，对啊，你看我有架势。啊，搁有啦，坐咧安尼二三十岁啊，咱毋是讲少年人无好，你坐迄个位，你要判吼，足侪即个社会事吼，伊甲社会也未讲有啥物，因为伊乖乖排才会当读官分的册，当考入去名校嘛，伊也无出来外口社会吼，甲人落去历练安尼，啊，伊坐遐的吼，伊的自由新政迄偌恐怖呢？那当然啦。系啊。啊，所以讲伊都唔慢嘛，啊，足侪迄落书法的笑话啦，因为咱今仔也无迄落时间，通好讲这个书法的笑话啦。就是讲今仔日咱的这个自由新政，你书法专业经理，自由新政爱家己提掉。啊，过来，咱就是讲迄、那个陪审制哈，爱迄落家己想较紧家建立者陪审制哈，就是讲有较侪人落去坐遐，目睭金金，大家在上哈啊。伊较唔敢讲哦，一手掠天，我贼呀即是正，正即是那个安尼，正即天下哈。嘿，对，较无迄款的迄落啊，所以讲这个司法转型正义，我认为啦，
比土东山哦，应该出来转型正义爱加行一步啊。迄个土东山位后边堆来安尼。对啊，那书法问题都是两个问题，一个是烂神，一个是烂术。是呀、啊，术哈术就是检察官嘛，他提起上诉嘛，把他移送法办嘛哈。哦，这物件。明明你甲看，足侪足侪，明明都是无做，嗯，硬要甲你起诉，硬拗，硬要起诉，对啊，硬拗啊。所以讲哦，第一讲，我们要建立一个陪审团制度、嗯，然后要建立一个哈、哦、对付检察官的机制，说你的哈、哦、上诉啊、哦嗯，你起诉，你甲上面人起诉，起诉定罪率，哈、哦，来评判。譬如讲，你一百案内底，你敢起诉，结果呢，九十九项。哦，拢无罪，哎，判无罪，啊，也是不起诉的时阵，你这检察官都问题啊，对，对啊，是不是讲都爱对这个检察官来做处罚？是啊，人日本吼，日本那十个案吼提出去吼，那、嗯、是有超过六个案件拍上来吼，嗯，伊就辞职啦。对啊，对啊，伊都那个知廉耻的国家的人。嗯都伊就是拿咱家吼，啊，反正吼，我着带入姑娘入侪啊。当然是安尼啊。对啊，伊即咱家的人，迄廉耻心拢无呢。好啊，咱即嘛吼，咱诶叶大哥休困者，咱等下，咱连咪大哥倒转来。